开啥赌盘啊？干，我灵魂喷光了。大家早啊！啊，今天好热哦。快打油母啊。这不是应该要来叫一下吗？哎，哦，这相通的靠药。哎呦干！他这是跳下去的意思吗？那个血迹到底是系统流还是玩家流？怎么感觉比较像是系统流的？
系统会自动留下来给玩家，那就自动。玩家不小心死掉，哦，所以是玩家啊、哦。玩家都死了怎么留？我的意思说，玩家死掉后，他的那个死法会留下来，或者是系统本来就已经设定在那边有玩家，就是设定的一滩血，你懂吗？这两个意思不太一样，是一个是玩家死了自动留下来的，一个是系统直接留在那边，根本就没人死在那这样子。抱歉，抱歉，忘了改标题，抱歉。我们先今天先下午先打一点左右，我要出门。哎，我是不该砍那个，他又睡着了，还睡觉哦。怎么还睡啊？我靠！抱歉，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来刀了。哎呀！看了好像有点远。哇！哇，好烧，好烧！真的，好烧，好烧，好烧，真的。
我尸体，不是吧？我要在这边干他哦，不是吧？应该有别的地方可以下去吧？哎，感谢 P R E S D， 感谢你订阅狮子等干爹。哎呀，干，我又摔死了。所以你要我在上面，然后砍他手这样打，这会不会太辛苦一点啊？应该可以从下面打吧。我觉得我还是从下面好了。靠腰，这不同个地方吗？他要继续睡了吗？他真的超困的，他又睡着了。这两个都是宝箱怪，抱歉，原来是宝箱，还以为是把两个都宝箱怪了。哇，这一群是沙小啊！想诅咒我，没那么容易。
哎，这边没有路吗？ 该叫小魔女了，小魔女在哪里？但我变好短。 通通杀掉，杀掉！这边还有啊，安安。 Oh, there you are. I thought you'd all but forgotten me. How sweet. Good to know that a skinny little heretic can still turn heads. Ciao. 哦，靠！哦，嗯。Oh, you're not one of them. 差点砍下去欸。Accept my apologies for mistaking you for one of those leeches. So, what business have you here? This is a land of monstrosities, and I am no exception. 想帮助他。You're here to save me, but I'm guilty. A wretched child of the abyss. Is that something you can forgive? Oh, really? You are no ordinary man. Very well. Besides, I've grown tired of imprisonment. I am Carla. 卡露拉. And I accept your proposal. 哇，我去啊。 卡露拉就这样不见了。哦。
围个那个吧，围个元素瓶呗。我今天下午不会开太久、哦，我今天下午大概开到一点多，出去一下回来再开，然后晚上播狙猎手，狙猎手播完回来再开，大致上是这样啦。应该是不想掉下去的吧，超愚蠢。哦，那边有东西可以拿。我要去杀干那只巨人呢、欸。那当，虽然小魔女杀是 NPC 伤人，对不对？对哦，没有开，没有po文，po个文。要怎么解毒啊？重点。没有啊，我没有，我可是我洋葱也没出现啊。要单挑那个巨人很强吗？他很强啊。
哦，机器有开吗？没开耶，抱歉。还有，你有发现？来，哦，好不好？干，他身上就晒吧，他身上没有健康一点东西，他就晒。哇，整套诶。哇。小菜一碟。妈的，乱砍给我砍到！没有别的路了吗？只能从这里。哇，只能从这里跳，不会吧？不知道，我觉得直接跳啊，只是等等捡尸体比较麻烦，要有点远。有没有哪里可以逃的？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逃走路线。如果有逃走路线的话，至少我跳下去，我们还可以。哦，这里前面这边有一个逃走路线。呵呵，干什么老鼠？操你妈！哦，哎，怎么老鼠啦？来，一打一。
烈龙龙剑。包围攻击，所以应该有。走，等下我们先开始问萤火吧。哎，刚不是有个楼梯可以往上？看错吗？哦哦哦哦哦。看有没有萤火，等等要去打一下那个，我觉得巨人我还是要打。不行，下去就回不来了，下去就回不来了。不行不行，我直接打，我直接打那个巨人啊！他只有三瓶水，不知道打不打赢。啊，巧克力，你几等啊？好像这里怎么感觉只是捡东西而已啊？我也很爱。哎，这感觉好像可以不打哎。哦、nice。nice。来吧。开始我们挑战那个巨人的时候。请回答星海吧，半夜看看好不好。晚上的时候看看好不好。女咒术师。
试过有没有？哎，没完没了，这个。干，这没完没了。血条在他的头上啊，但是我们只看到他的一凹三声。这边还有东西吗？今天几战舰？今天没有战舰，你们会想看我玩战舰吗？因为那个昨天那个航母真的是有勾起我的兴趣。Not as good as what need。刚刚营地旁边楼梯往下一直走到，好，去打油母。啊，好。Action this web. Oh yes, I clinging to lofty. It must come for its down. Great let this. I only hope the. 沾死骨灰可以当做这个老人的粮食。Let this ash be stone nourishment. I only hope the. Gracious, let this I only. 有什么新商品吗？哇，好多很猛的东西哎！宠爱的拥抱铠甲哎！艾尼尔王冠，老者大帽子，只要骨灰都可以，即便沾了屎，你还蛮幽默的。哎，摩斯汉堡不是摩斯头盔，我还不组个摩斯全套？哇，摩斯全套哎，有没有摩斯的武器啊？还有没有什么钥匙该买没买的？灵魂剑，哎，后面看起来很猛哎，黄金外套，你敢信？我不穿个黄金外套来摔一个。摩斯全套啊，应该没错吧？完了，卖东西。
哎、欸，我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摩斯的锤子了。靠，烙铁那么多，超烂的，这武器超烂的。卖这也没什么差，一点点钱。戒指。Ashen One, welcome, speak. 黑暗印记又是啥？没有不死人遗骨，上去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吧。安安，那个小模拟人会在哪里啊？干嘛？我干嘛？什么东西丢到他头上了？新王的余火，新王的火吗？啊哈！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做？增加装备重量上限。离群恶魔的灵魂是只能换这个，离群恶魔的灵魂只能换这个，我就换了。可以增加装备重量上限，好像还不错。好像只能换那，对不对？离群恶魔，哦，还有靠这个什么土岩，这是法师用的吧？请火柴王归位的动作。哦，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星王柴星全部都收集完，全部丢进去，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召唤之类的吗？命镰刀。可以召唤神龙，应该可以哦。哎，等等等，我先把我的那个灵魂捏一捏哈。空的王位是不是？
话说我要怎么按表动动作表情啊？ Very well, then take it. 你们用麦的听，好像麦的比较少哎、欸，听说量一样吗？真的假的？可是前几天有人说吃的比较快，捏的比较捏的那个灵魂比较多呢。哦，选单的 ，OK， 我看一下，一样吗？确定？这里下去吗？靠！不是，我刚走错了。感觉我就走错，这个长得很像你妹，真的假的？下去后过桥，把他的火球速好强。这边是打哪只啊？应该可以开个赌盘了。好火球之术。哦，巨人王尤姆是干，我靠腰啊！哎呀，飘飘啊！可以啊，我可以关聊天室开赌盘啊。等一下。先让我走到那，还是要直接开？直接开吗？
我不知道，我没打过啊，看都没看过。好，这边应该是网了。这里哈，好，来，现在开赌盘，这是叫什么？巨人，尤达的。几次会过？好，最多下一百，最多下两百好了，给你们两分钟。我等一下就关聊天室哦，我关聊天室，所以我不会看你们跟我讲打法。好啦，上了。哇，哇，加好多哦。
我不换一套潮一点的。亡命骑士。要看一下什么物理防御更高了。亡命骑士，68.3，好，就穿这样。血那么多啊！啊，抓痒哦！抓痒欸，
的感觉。这打法不太对吧？这次硬干好像不太对吧？这硬干他妈打超久的、欸。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进来的意思吗？我要穿物理防御最高的。
抓羊哦。这个他妈的打太久了吧。
半天，扣了我一点点。妈的，他妈超硬的，太他妈硬了！哎，打完这只找好吧，等我打完这只，可是这只真的超硬的，我刚敲他敲了半个小时，其实他血才扣一半而已。妈的 ，what the fuck？ 啊？干他妈的，超级坚挺嘞，他绝对是超硬的。尊重点了、我相信当我打赢他以后，他的所有动作我都看穿了，这太白痴了吧。另外仔细看，冲刺很有用，哦，一给二瓶，靠北，抱歉，按错了。
太硬了啦！这怎样？他妈，这太硬了吧！杀几点？10:30。哎，干！北七，这次不算哦。打完才算。为什么刚刚打一打他会跌倒啊？跌倒然后砍他好多。我刚刚不是中间有一度把他打到跌倒吗？然后那几下砍他都是几百几百的跳。而不是像刚刚那妈的打都是几十滴的。所以要怎样把它用跌倒？为什么我刚刚可以把它砍倒啊？是要砍特别的地、特别的部位吗？这有点消磨了耐心呢。
脚筋，看来是要使用砍脚筋战术了。不然他怎么跌倒啊？看，他跌倒了，让我也受伤了。我刚砍到他脸嘞，我砍他脸600滴，难道说这游戏是要砍脸？哎呦！来，该是砍脸的时候了。他们扣血啊！太硬了吧！31哦，
他太硬了吧？他没有任何提示吗？我等一下捏鱼火打。
也太强了吧！
这样打不是正常的打法吧？干，怎么他妈怎么那么硬啊？他妈的，太硬了吧！这砍到我，这砍到我儿子出生了，可能都还没死。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看一下。前面需要冲过去。所前有道具，接下来冲刺很有用。靠杯哦！我还在他妈找线索，你就把我打死。我觉得一定不是，一定不是刚那种打法，刚那种打法太白痴了。他妈，我打超级久了，打了半个小时了。我就觉得刚那种打法应该也是有机会啊，只要我可以完美的闪掉他所有的攻击，周天把他砍死了，砍个干，连续砍个半个小时应该是有机会啊。但是我觉得游戏设计应该不会设计一个这么脑残的状态，这妈的要打半小时。需要蛇怨火焰阴地刀你干你妈的，有没有有用一点讯息啊？
这关是不是就是要跟洋葱一起打那只王啊？难道关键在洋葱？发现他在躺在地上的时候，他比较痛哎。先出门归大墙，靠！难道说是跟这支箭有关？妈的！哎，我打几次了？我差不多要出门了。还不是人啊？哦，哎，我先出门好，我乖，那个次数继续算。